里面的莲雾呢真的是很好吃，真的值得推荐大家。口感呢它其实是很扎实饱满，而且水分又多。谢谢，谢谢你。林边这个地方靠海，很早之前我们这边养殖业蛮发达的，但是那时候的人他们都是以抽地下水啦，造成地层下陷，然后海水倒灌什么之类，这时候我们这边的田地什么就会比较盐化，可是想不到莲雾这种水果反而种出来的又脆，然后 又甜又好吃。但是莲雾这种就搞纲了，它很多步骤，从开始管理到有开花，然后到套袋，到可以收成，稍微其中一个步骤你没有去做好，可能你收成的就不尽理想。这个就辛苦哎，整年这样收成下来，卖不到好价钱。年人多嘛，有些我认识的阿姨啊、阿舅啊，他已经七十几岁，最高的有84岁了，他还是在背推、在包茶啊、在万年母，他就只能做这个啊。他从年轻就种到现在，但是他的下一代他不愿意种，这缺工真的很严重。现在越来越少年轻人他愿意回来从事农业，这个问题。真的是很大的一个问题。到你们的电话的时候，我第一个想法是，怎么有大学生打电话跟我说他们要以林边的莲雾当主题，然后来做这个报告。我第一个想法就说，这个山药有希望啊，这个产业有希望啊。林边的黑珍珠，林边黑珍珠，哪边乌珍珠？林边黑珍珠，林边黑珍珠，好好喝。林边黑珍珠，哪边莲雾？林边黑珍珠，林边黑珍珠，多好吃，还有更多。
吃还有更多。